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使你的命和运全部的改变，那就是我们的佛法。2001年出生的属大龙的，魂魄不在，经常嘴巴里乱讲，动作乱做，脑子出问题啊。对对对，小时候生活中下，魂魄乱飞，你听得懂吗？魂魄乱飞啊，有时候还会做些女人的动作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有一个灵性在他的身上，还会自残，就是经常打自己的弄。对，非常对，非常对，非常对。鼓掌。这自闭症的特征，对。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，这自闭症的特征。那个灵性晚上就来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晚上不想睡觉。对。有时候还怪叫。对对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跟他不一样啊，我刚刚叫的跟他不一样是吧？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，台长。你赶快给他身上那个灵性要念，我的妈呀，要这么多，先念680章。好。好吧。好。要给他多洗澡。好。因为他怕洗澡，洗完澡他会安静很多。对。就躺下了，就躺着了，躺下来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我告诉你，他缺水呀、啊。啊，对，老猛能喝水了。啊，猛能喝水了，对。这个是你老公啊？不是，这是我们的师兄。师兄是吧？对。你们的师兄，他怎么跟师兄谈恋爱了？他平时就爱摇线头，线头啊，衣服上的线头。嗯。啊，他身上那个女的在，他做很多女的动作，他喜欢做一些缝衣服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女的是古代的女的。啊，还是个古代女的。哎，他没把你这个师兄现在当成师兄，你知道他把他现在的咬啊，就是针线缝完之后啊。不是要咬针线吗？咬断。对对对对对。他现在在咬他的针线，你听得懂吗？对对对对对。来，再咬一次。再咬一次啊！看见了吗？等一会儿奖励。我跟你们讲了，一个女的灵性在她的身上，她就会这样。所以她，你别看她这么胖，她做出来的动作都是女人动作，明白吗？他有时候你倒是你知道他的眼睛里你是个男人，他是个女人，你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啊，赶快给他念经啊。哎呦，你让他到卫生间去啊，他就在里面要多种动作啦，啊，不肯出来啦，啊，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嗯，又来了，你看勤劳就在这里，缝缝补补不肯停，不要么不肯停。啊，你有什么？你还有什么问题要讲啊？师父需要给他放生多少条鱼？还需要？2600条。2600条。好吗？嗯，怎样给他平时做功课呢，师父？做功课叫他大悲咒念49遍。嗯。心经21遍。嗯。往生咒叫他念。68遍。嗯，好不好？好。其他的还可以暂时先不念。嗯，你赶快帮他超度啊，小房子赶快超度。好。好吧。感恩师父。哎呦哎呦。嗯，师父他平时老要撒尿这个事儿。哎呦，这个女的，哎呦，师父他平时老要上厕所。我知道，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嗯。再就是要吃的。嗯。啊，他说他要你还他更多。嗯。是你呀、啊。我欠他。你上辈子欠的这个女人。
我欠这个女的。哎、你听得懂吗？哦，听懂了。他要你还的更多。啊，要我怎么还呢？你现在不是天天在还他吗？哦。他要怎么样？他要你爱他。嗯。听不懂啊？他是我儿子，我就非常爱他呀。当然了，你抱他们你就知道了呀，这还不懂啊？对呀。听不懂啊？你一抱他，他就不讲了，开心了，不没有声音了。我讲的对不对啦？对，非常对。你知道他上辈子是你的谁啦？不知道。老婆呀，女人呀。他是女老婆啊。啊，你是男人。哦。听不懂啊？他听懂了，听懂了。他还嗲得不得了，做的动作都很嗲，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念掉。他喜欢开窗户，你知道吗？喂喂喂，喂，你们也不懂。哎，你别打他。喂，你们不要动他。啊，你叫他站在这里。帅哥站这里。啊，叫他过来，过来过来，看看台长。喂，看看台长，看着看着。学佛有学心灵法门哦。叫他合合掌，拜拜佛，来拜拜佛，看见了吗？老实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合掌了，看见吗？安静点，听得懂吗？台长会把你超度走的，叫他们把你超度走，你老实一点，听得懂吗？别去弄他了，你别管他了，他已经很老实了，他魂魄不齐，你知道吗？他眼睛看着他到处都是菩萨，这里不敢不老实了，现在看见了吗？好好修了，你们赶快给他念了，再不念就折磨他自己呀、啊，也折磨你呀、啊。你还打他，你打他没感觉的，他就是那个女的，那女的你打他是打你自己的儿子，你听得懂吗？对，你赶快把他念掉吧。对，别人打他都怕，我打他都不怕。没有用的，打他了，你们自己上辈子的冤结不懂啊？对，你看看老实了不啦？看见鼓掌了，看见了吗？好好修啊，求菩萨多多保佑吧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小弟乖一点啊！啊，身上的灵性走掉，他就好了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好好修吧。谢谢台长，感恩台长。你这个同修啊，跟你呀、啊，我不好意思讲，上辈子也是缘分，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。你就看你这个情人怎么对他好的，你就知道了，这不是三角恋吗？这。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，谢谢了，我谢谢你哟，你让我大开眼界了。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。好了，你自己好好给他念经了。我刚跟你小房子已经开了吧？开了。明白了吗？知道多少张了不啦？知道了。好了，老实的，好了，走吧。啊，走了，三个人一起走，来，走，来。啊，搀着一起走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把飞蛾爱中拴，世间万物是一家，何必去